大家好，我是陈怡。刚才呀，看到了一个自媒体人的一个视频啊，我深有感想啊，想在这里呢跟大家去谈一谈我的一些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什么问题呢？是这个他把这个养老金呢分成四个档，把这个四个档啊，他分析了一遍。他说呢，这个四个档当中你是属于哪一档？我先把这个四个档说一下吧啊。他是说，6000以上的是一档啊，第二档是这个4000、5000啊，这个是第二档，第三档是这个2000到3000，最后那个档是1000多啊，就是把这个档给这么分了一下，说的你在哪个档啊，你在哪个档次？那么我算来算去呢，我好像是第三档啊，他说了很多啊。我今天就想把这个题啊，把这个他说这个内容，我想这个从中分析一下啊。就是假设我这个是第三档啊，我第三档我有没有的第一档的生活条件好，我过得比他滋润啊。我今天说的是这个事儿，不是说我是哪个档。就是说退休人员他就是虽然他的工资高啊，虽然他这个工资啊都是甚至啊像我们同学都能开8000-9000的啊，也有开这个4000-5000啊，也有开6000也有。但是呢我属于呢我才开2500啊，那我就是第三档。这个第三档呢只能是自给自足了啊，比最后一档还强一点。他说最后一档呢一个月能开不到这个1000块钱，8-900块钱，还得靠儿女。那我肯定不靠儿女，呵呵，但是呢，我还是属于这个比较低的那层啊。但是我在这里跟大家去说什么呢？就凭我这个就是一个月2500，我的生活这个怎么样我不算我老公这面我不算我可不算他我算我。就是算我现在假设是2500块钱啊，我现在退休10年了，我把我老公这个刨出去，就是我自己我怎么生活的。我今天就说这个。为啥呢？我总觉得这个退休金只是咱们这个这些年国家的给的一个养老金。但是呢这个养老金的多与少不是咱们所决定的，对吧？那谁都想要多。对不对？这个养老金的多少都是过去的，一个是年份，一个是那时候单位给你交多少，而且你的年份你的交的养老金是多少，这都是有说到的。再一个呢是企业事业，这都有说到。像我们同学有一个，他是好像是快这个9000了，快将近10000了吧，他是属于邮政的，他那个那是在我们班那是开的是最多的。那我们班有个女同学开6000多，那也那是有级的级别的。咱不是咱属于那种过去的最这个企业的，那么企业退休人员肯定就是工资最低的了那么我就现在还是说我属于这种水平的情况下我怎么这个这么多年，我退休了能有11年，那么我是怎么生活的，我的生活是怎么样，我是怎么安排的。我就是说我这个生活这么低的话，那我看着人家那么高，我成天演戏吗？我看你那个一个月开了那么多的公司，我演戏吗？我不演戏。我没有觉得哎呀他们挣的工资高了我就觉得比他们低一档，没有。我觉得是没有那个想法，而且我总觉得我过得还是好像比他们还滋润一些。我就说我自己退休了以后，我自己就觉得自己的养老金少，那自己应该怎么去做。怎么去做，所以我就告诉大家我去咋做的。我虽然这个工资没有人的高，但是我非常有这个能力去挣自己的第二份养老金。那么我从这个退休以后，我就开始自己就抓钱抓钱以后呢，在这个10年当中我挣了一套房子钱。我这套房子，我现在这套房子在我们这个地区也就算挺好的。这是我自己不是贷款买的，我全款买的，就是我这10年当中我自己全款买的一个房子，这是我自己挣的钱。
我自己挣的钱啊，我自己挣的这钱，我自己买的这套房子，是我退休以后啊，我自己买的这套房子。第二个来讲，我是又这个啊，通过自己的努力呢，又学做自媒体，那么我现在也是做了将近一年半的，那我也是这个挣这个钱也不少，也是不瞒你说啊，也不多也不少，但是也可以啊，两万多啊，也不少。那么一个月也是，去年的时候一个月能两千多啊，这是好像也就是八九百到一千，也挺好的。我还是跟大家说，这个钱呢，啊，你挣多少，你自己有什么能力啊？不管你就有些人啊，有些人他虽然他开的多，他不一定他去生活的自然。有的人虽然他开的少，但是他知道自己去怎样去生活，怎样去赚钱。那么现在啊，那么现在就是目前现在来讲，我把我的养老金还是两千五吧。那么我自己啊做自媒体，我还可以排版，我的工资不比他们差。所以我跟大家去说呢，虽然咱们的养老金啊不比别人这个高，甚至比别人的低，但是我总觉得还是在于人啊，人还应该是在这个退休的时候自己应该自立，自己应该去抓钱，自己应该去挣钱，自己得应该有那种拼劲儿啊，有那种不服气输的劲儿。我现在还不服输啊，我就是我现在来讲，我今年六十二了，那我还自己有自己的计划，我现在应该再去学习，我再应该去把什么个原件事弄明白，我应该去从哪个角度再去挣钱。我的脑子里都是我应该怎么样去抓钱，我怎么样去挣钱。我挣着的钱为了啥？是为了我到老的时候，我的养老金没有人的多，所以呢，我就应该在我有能力的情况下去抓钱，这一部分钱我还是攒着起来，那么我的养老金不比他们差。我今天就想说的是这个。谢谢大家收看，拜拜。